这个鸡蛋放进瓶子里边，就奖励888元。但是呢，不能用手按，可以用嘴推，也可以摇晃瓶子。这超级简单呀，让我来。哎，等一下，你得先交参与费呀，100块钱。给100块钱。不能用手推，这也进不去呀！进不去就对了。那要进去的话，那我不得赔死吗？你还有招没？没招呀！一边凉快去啊，别耽误我做买卖。哎，我是没招了。接头玩游戏了啊！瞧一瞧，看一看啊！街头玩游戏啦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，机会不可失哦。哎，帅哥，玩个游戏呗。哎，这名儿我喜欢听啊，叫我帅哥。咋玩啊？看啥看呢？迷上我了你啊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呀就是看见你太帅了。哎呀，这。这别人见了我呀都这么叫我帅哥帅哥，叫得我都不好意思。不过现在呢，我有这个信心了，我确实是一个帅哥啊。那这个游戏是怎么玩的呢？这个呢简单，你看这不是鸡蛋吗？在不借助外力的情况下，把这个鸡蛋呢塞进瓶子里边去，就奖励888。但是呢千万不能用手拍，可以用嘴吹，也可以摇瓶子。哎呀，你这太简单了，咱说来就来啊！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得交个100块钱的参与费。还有钱呢？啊，那可不。哎，给100啊！哎，开始吧。这个瓶子，这锅鸡蛋进去，找你，找你，找你，进去，进去。咦，哎呀，哎切！哎，天太冷了。可以这样插住啊！哎，嗯，哦，哎呀，慢慢的静吧，静吧，静吧。看着没，大妹子，鸡蛋是不是进去一大半了？哦、还有一个点儿，进，是不是进去了？我是不是没有拿手按它呀？不是，谁让你用火烤的呀？那在玩游戏之前，你也没跟我说呀，不能点火，是不？再是说了，我这是直接把纸扔那瓶里了，我也没拿手按呢，是不是？是这么个理儿。给钱吧，你还等啥呀？是不是？哎，我的钱！点啥点呀？真是的，从现在开始，这些钱应该属于我，是不是？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啊，多一张来，给你100啊！都多一张呀？对，给你100啊！行了，你好自为之啊！那我先走了啊！哎，等会儿，大哥，我想问一下你，你是做啥工作的呀？啊，工地搬砖的啊！啊，再见。哎呀，原来这个工地搬砖的脑子都这么好使呀！看来我得转行了，不能再投机取巧了，收摊儿吧。小辉和琪琪来我家蹭饭，就把我那个锅和菜全拿走了。这次啊，我出了个难点的题目，哼，叫他们过来吃饭，
我就不相信他们还能打得上来。喂，小黑，没吃饭了吧还？啊，行行行，那我一会儿把琪琪带过去啊。哎，好嘞好嘞。不对呀，这霞霞，上次我记得我跟琪琪把他家的锅碗瓢盆都带走了，他应该很生气呀。不过也时间过去很久了，他差不多也应该消气了，应该既往不咎了。哎，管他呢，先去他家把饭吃了再说，那填饱肚子呢。找机器去。哎呦，我说霞霞，你今儿把我们叫来，这饭就这么一点儿，你说你桌子又摆着木棍儿，咋又要考我们俩题呀？哎，你猜对了，想吃我的饭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啊。这不，我又给你们出了道题，你们答对了才能吃饭。那你先跟我把这个游戏规则给我讲一讲，让我也明白明白。还是老规矩，移动其中的两根使这个等式成立。哎呀，这有何难，来，还是我先来啊。二加一等于十四。哎呀，啥呀这是。做呀，这个答不上来了吧？那你会了，你教教呀。这不是琪琪还没答呢吗？哎，琪琪你会吗？你会，你来，这边给大家看。来，我试试。十二减一等于十一，这不就 OK 了吗？啊？不是，琪琪。上次出的题你不是没答对吗？咋这次的比上次难都能答对呀？你这个脑袋瓜子开窍了？这不就因为上次没饭吃吃亏了吗？这就回家把一年级到高中的数学奥数全学了个遍。哇，琪琪厉害厉害，没想到你为了蹭我这顿饭都这么煞费苦心呀。那可不咋的。行吧，那吃着吧。成。哎，不是，等会儿，霞霞，你这给人吃饭，你吃就吃呗，你这筷子都不给人准备，拿手吃啊？吃个饭还这么多要求啊？行行行，等着我给你们拿筷子去。哎呀，我就纳闷了，这什么人呢？这吃饭的筷子不给准备，手抓着他愿意呀、啊？就是的。哎呀，不过呀，我说琪琪，真佩服你，这次能答对是出乎我意料。这没听过这句话吗？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。哦，哎，是，一点毛病没有。小黑呀、啊，虽然你这次题没有答对，但是呢，我还是给你准备了筷子。哎呦，我说霞霞，太好了！你这我这题我都没答对，你还给我整双筷子，还让我吃饭，哎呀，挺仗义，挺仗义啊，是吧？来，给我筷子吧。哎，给你筷子。不是，这就是你说的筷子呀？啊，你这让我怎么吃啊？这能夹上吗？这我的东西呢是给你了，你这能不能吃上就看你的本事了。来，琪琪，这个呢是你的筷子。这不是吸管吗？这么软，这怎么吃呀？这能夹起来吗？这哎，不吃了。不是，我说霞霞，你这能夹上吗？这啊，能夹上吗？这能吃上吗？你想不想让我们吃饭呢？这是，是你自己没那个本事吗？筷子，你就说有没有吧。筷子有是有，但是呢，得用这个来买，明白了不？那行，那你先拿筷子去啊，我们先吃，吃完给你钱不行吗？不一样吗？这，那不行，你先给我钱，我再给你拿筷子。那你一会儿吃吗？要是跑了，我问谁要钱去啊？真是的，一双筷子多少钱？来，我给你转。
20啊，一双。20啊？啊。先我给你转40。过去了啊，拿会计，快点。收到了。行，我给你拿去嘛，等着。这霞霞什么人呢？这是吃个饭还？还自个儿买筷子，你说这人，你这气人，你说这。可不算的，20块钱一双，真贵，这一顿饭都下来了。完了，你得把那20给我转过来啊。行行行，知道了，不就20块钱吗？能欠下你是咋的？